轻轻一捏，泡芙酥酥外皮立刻碎裂，牛奶内馅大爆浆，看起来超级有诚意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来买了，应该差不多有八九年了，物超所值啊，吃了会想再吃的。有牛奶、巧克力两种口味，现点现做，每一颗个头都不算小，大约女生拳头那么大，才卖12元铜板价。有人特地从台北南下台中来买，这边一颗12块，相对来说 CP 值价值高一点。一天只限量1000颗，曾经有人一口气就订下800颗。清明爆浆泡芙一上架，店员就这样子手没停过。但台中爆浆系甜点厉害的还有这里，一切开满满的芋泥配上咸蛋黄，这家日式红豆饼内馅也走爆浆路线，芋头算是入口即化，然后吃起来也有嚼劲这样子。抹茶红豆、奶油、巧克力，超过15种口味，有甜有咸，满足饕客味蕾。这哇，还蛮特别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吃到泡菜跟起司的红豆饼。皮薄带 Q， 像夹了一层马吉，大口咬下大满足。这么大一颗也是铜板价，20元到30元不等。店家将传统红豆饼改成日式风格，再加上爆浆内馅，超级诱人。记者连嘉庆、陈思源、谢云珍台中报道。